buff 是什么意思？在打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说给你加个 buff 之类的话，那 buff 到底是个啥呢？其实这个词是一个常见的游戏术语。 buff 一词在游戏中的意思主要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在游戏中有增益性质的各种魔法，最早流行于魔兽世界，是野怪带来的增益效果。不过现在 buff 一词在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中最常见，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红 buff、 蓝 buff、 大龙 buff 等，这些都是不同的野怪带来的不同增益效果，说白了就是你在玩游戏时的一种额外的增益效果。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在游戏的版本更新时对某一个职业、种族、技能等游戏内容进行增强。以上就是 buff 的相关解释了，希望能够帮到你们。